住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什么吧？啊？为什么跟小七总的合作变成了你直接经手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在质疑我的工作能力是吗？我怎么会质疑你的工作能力呢？你跟他的关系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只是不想让别人在背后说你闲话啊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还有你压低了40%的预算是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单方面压低预算会对公司的声誉有影响吗？我为什么这么做你心里没数吗？我应该有什么数？你供他上大学，你把你每个月的钱全部都给他，然后他上岸了，他不念情，他直接把你给抛弃了。我现在这么做已经很仁慈了。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你私自改我负责的项目报价，你问过我的意见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改我自己公司的项目报价，我还需要问你？啊，对，是你的公司，没问题。那你压低了将近市场40%的报价，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这40%是他欠你的，他该还给你的。不管他欠不欠，我跟他早就已经结束了。现在工作上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你这样的做法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你替我考虑过吗？又不是你改的报价，你急什么？这件事情我会亲自经手，你不用管了。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替我做一些决定啊？为什么永远要用你的思维方式来支配我？难道我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做事方式吗？我只想替你报仇而已。你想替我报仇？我们什么关系？你要替我报仇？你说我们什么关系了？你只是我的老板，我的室友，请你不要把自己的个人情绪放在工作上，谢谢。